秀一点点。例如说，好，我们看看这个最基本的持枪嘛，对，最基本的持枪就是这样子嘛，原地突刺。那后来就猛一点就前进突刺，然后呢，防左、防右、防下，再来就是最猛的脱击收枪。基本的都会学，这是最基本招数。我们森勋的影片都已经虎虎生风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体干营也是很厉害的，不要看我们的新兵训练。对，好，那现场这些呢？那我们看其实呢，中共的很特别，它有一个这个东西叫做军刺。我们一般刺刀是要另外用，它这把军刺很特别，它把军刺平常就是折在枪下面，然后要用的时候呢，直接这样折起来就来刺了。然后最可怕的是呢，所以它这是配备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挂在枪上，标配啊，标配，标配，直接在枪上的。那你现在可以装上去吗？哦，那要装在他们的枪才行，我们的枪不能装。这是他们 AK 专用，所以你看它口径很小。哦，这个地方枪口口径很小，这是它专用的。好，标配。那这把对这把有个很可怕，你有没有发现？这里有三道沟。这三道沟是？所以这个就叫三零刺。因为其实我们刺枪刺到身体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肉被刺到会压缩住，所以这个东西就叫血槽，给你放血用的。所以刺下去的时候血会喷出来，比较不会那样子做。啊，所以它这个还有沟啊。对。就是让鲜血流出来的渠道吗？解压的，放松压力的。